硫酸检查法可以起飞。在飞行前的自主准备中，我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任务实施阶段，我们在穿云上升时遇到了结冰告警，我通过机载气象雷达和目视判断申请航路添置，规避了危险情况的发生，在没有教员的提醒和帮助下顺利完成了这次考核任务。针对此次节后开飞，我们从实战背景出发，制定训练计划，将考核贯穿始终，开展了理论考试、实操考核和特勤处置模拟演练，以实战标准检验每个飞行架次、每个机组以及每名飞行员，确保训练效益最大化，不断提升部队遂行实战任务的能力水平。